带着音箱去爬山，听起来是不是特别离谱？但是如果我告诉你，这个音箱和它一样小巧，而且音质也特别好，是不是瞬间就合理了呢？这就是惠威最新发布的惠威E1蓝牙音箱，它只比我的手掌大一些，从侧面看就像是一个飞盘，金属哑光材质配上旁边这根牛皮绳，真的很有质感。往包上一拴，谁看了不说你是资深音乐发烧友？作为世界顶级音箱公司，惠威的音质从来都是值得信赖的。一开机，低沉的心跳声就扑面而来，优秀的声音质量可见一斑。这一次，惠威E1蓝牙音箱配备了双单元扬声器，高音部分细腻，人声部分纯净自然，低音更是澎湃动人，随便点一首都仿佛置身于演唱会现场。两台惠威E1的话，就可以组成 TWS 立体声模式，体验更加沉浸，高端玩家可以感受一下哦。那它的关机声也很有意思，就像是电影里机甲停止运行的感觉，非常炫酷。作为一台适合室外使用的品质音箱，它拥有 IPX5 级防水，这样一来下雨天也不用担心啦。新一代蓝牙 5.3 无线传输模块在复杂的户外环境更抗干扰，连接更稳定，5000毫安时的超大电池连唱10个小时都没问题，配备的 Type-C 接口适配绝大多数手机充电器，让便利性更上一层楼。如此强悍的惠威E1蓝牙音箱，还不赶紧下手一台，带着它轻装上阵，来一场说走就走的畅享音乐之旅吧。